911手工蛋壁虎瑞尔改恶习。摇摆的车夫在金色的沙滩上，当当啦啦啦啦，当当啦啦啦啦，望着遥远的绿色的仙人掌，当当啦啦啦啦，游戏不散。成军七年的911十四日攻上台北小巨蛋，10000张门票全部卖光光，进账1900万，但反赔了1100万。原来是硬体加上舞者等就花了3000万，但911霸气说粉丝看了爽就好，有钱就是任性啦。刚刚有看到我们怎么出场的吗？我们坐水上摩托车下来，但是我们少一个人，他死都不肯坐，所以我们昨天临时做了一个阿娇。水风，你自己说为什么？我怕关，怕关，他怕。演唱会也找来 Under Lover 助阵，给胡麻的瑞尔站上小巨蛋的机会。春风表示坏习惯要改掉，加油哦！娱乐动新闻，大家祝福寿香屋报道。